搞了一个什么机器呢？切块机。对，鸡鸭排骨切块机是吧？这就是它的切块机，看见没？这切块机难搞吗？难搞。现在终于搞出来了，这个第六代了。前面几代怎么那么难搞嘞？有一些小的瑕疵啊，然后就持续升级，没有推向市场。 啊，不就是切块，不就是哒哒哒哒哒都搞完了吗？没有那么简单的，不仅是要把这个物料切好，鸡鸭排骨切好，而且要保证机器耐用，啊，这个其实非常难攻克的。这个是304食品级的不锈钢啊，食品级的不锈钢加厚的，这可以打开吗？这可以打开啊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安全防护罩啊，安全防护罩，然后上面有我们的 logo， 还有英文的这个商标啊，因为这个设备我们不仅在国内卖，我们还卖到了国外很多地方去。 然后这台设备呢，这个是安全防护罩啊。我们一般操作的时候是不让客人打开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涉及到安全的问题啊。主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马上要打开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安全防护装置，我们只要把罩子打开，机器将不会运行。这个地方我们叫观察口啊，观察主要是观察里面的食材被切割的情况，温度是否合适，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啊。所以整个的话，安全我们考虑的是非常周到的。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好，行，怎么打？ 这个提起来就可以了啊，直接可以提起来哇！然后提起来，你可以看这里啊，我们本来罩子盖上去它是压下去的，那我们罩子拿起来它就是松了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机器是无法启动的。哦，明白。其实这个就是这个输送带，对，这是输送带，对吧？就是把鸡往这里输送一下，对，鸡鸭排骨都可以往这里一放啊，它自动步进向前，然后呢，到了一定位置，我们刀上下斩切。 啊，我们刀的这个频率和输送带是同步的哦，这样确保我们切出来的非常均整。我们这个公司是从2017年成立的，最早的时候其实这边是空的，然后到现在我们这边设备呀、零部件啊堆得满满的。这个产品目前是属于我们的第6代产品，目前这款产品非常稳定啊，各个方面各个零部件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加工到极致了。其实光这个刀啊，我们找了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。 刀具对于材质，还有一个对于淬火的温度啊，这些要求是非常高的。然后我们的刀具呢，在切不同的物料的时候，我们刀匹配的厚度也是不同的，有切猪蹄的，然后还有切这个排骨的，还有切鸡鸭的，还有切五花肉的。切块的时候呢，我们对温度是有要求的。那我们只需要把它的这个表皮啊，微微的动硬一点。那我们这样去切的话，干净利落，一次切块，不连刀，效果非常好。啊，我们这款产品卖得好，主要是解决了这个客户的痛点问题。你像很多客户想要去兼容，可以切鸡鸭、切五花、切排骨，那市面上没有一台机器可以。那很多客户刚开始买的是不相信的，来我们公司试机，效果客户非常满意。很多客户来了之后当场就订购了。最爽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兄弟，这个设备再帮我订一台。”这句话是最爽的。我感觉它的机器对我们做这个食堂这一块来的话，效率提高。关键它切得好，速度也快。 太喜欢，要切多少公分，它都能长。